小姐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违禁品？没有哎、欸。没有。对啊。那不是有包包？我原本就住在桃园这里啊，啊，我今天是要回大溪啊。哦、你身上没有禁品，我看一下。你包看一下啊。这边我看一下。哼、嗯。你身上有违禁品对不对？我没有，这不是。我当人面检验的。好啊，我就说不是我的东西啦。这里了。那不是我的，少废话，我会找车主过来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看一下球，嗯，这还有球，什么东西？这边呢？等一下，那我就说那不是我的了。来，回去，回去要验尿了啊！回去要验尿。这是你的包包吗？不是我的，我的不是我的，在那边好不好？你，我现在跟你讲，你有没有要东西需要拿走的？你有没有东西？包包就好了。你要拿你的包包嘛，哦，那车钥匙我会还。不是我的。好，不是你的，我会还，我会放在你车上。哦，我再看一下有没有违禁品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啊，没有了，我不知道那什么。有零件。我不知道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，好不好啦？哦，不要装了一脸无辜样啦！我跟你讲，啊、你少跟我废话。讲啊，不要。这是铁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？那谁的？哎、欸，把它整个。